大家好，欢迎来到麦子学院。上节课我们学到了通过程序，通过我们的 PRP 来操作我们的 Redis， 简单的带着大家把这个 Redis 安装成功，包括简单的跑起来了。那这节课呢，我们看一下通过程序操作我们的 Redis 一些常用的案例。首先第一个呢，带着大家来完成一下我们网站中也经常会用到的，假如说限制一个IP， 一个 IP 的用户的一分钟的一个访问量那这时候呢，我们要通过 Redis 来实现的也很容易。首先呢，来看一下，来一个测试，假如说一分钟只能访问不能超过多少次，不能超过10次，假如访问某个页面不能超过10次，或者说发送某个邮件不能超过10次，那这时候呢，我们就需要来进行一个限制，来一个 limit， 根据IP 来限制也可以，或者邮箱等等。第四个，首先呢，我们先把该要包含的文件包含过来。接下来一个 header 包含一下 require once 一下://上层的这个 p redis -1.0， 接着里边的 auto load 自动加载，还有加载我们这个客户端这个文件接着 new 一下 redis 等于 new p redis 下的这个client。那如果你不指定的话，默认的端口也是6379，也是我们的服务器，本地的服务器。那现在呢，我们需要来检测一下，假如说你要根据 IP 来限制一下，一分钟内不能访问超过10次，然后访问某个页面不能超过10次。那这时候呢，我就可以来定义这样一个 key， 首先得到一下这个客户端的 IP 地址 $IP 等于$server 中是不是有一个 remote addr 对吧？得到之后，我们来检测一下。检测某个 key 是否存在，可以通过 Redis 中有一个 exists 来检测哪个 key 呢？假如说我们来检测一下这个 key 的名字，我们叫 read.limit 加上我们的 IP 地址，我们双引号也可以加上这个 IP 地址，看一下这个 key 是否存在。如果不存在的话，就代表第一次来访问到了 IP。那可以把它付给一个key exists， 检测一下这个是否存在。那如果存在呢，它返回的是一；不存在呢，返回的你可以看一下 key exists。当然呢，第一次肯定是不存在的，小心。p redis client 是不是写错了包含一下 new p redis 下的 client。CLINT CIL 了好 ，boot false 不存在。那如果存在的话，假如说我们检测一个这个，我们这里边是不是有看到了？在这里边有 key 一、key 二和 key， 你可以检测一个存在的，写成$key exists。那你应该猜也猜出来返回的是什么呀？对，一。检测一下这个 key。那存在的话应该返回的是一，boot true 也可以那现在看一下，有了它之后，我们就可以来这样来判断了，不打印了，判断一下，如果它存在 if $is $key exists， 如果存在的话如果存在的话并且等于一，或者说如果存在也行。那现在来看一下，需要让它自增长一，这是第一次访问，对吧？或者我们来写一个判断一下十次，不存在的话，应该设置一下这个键，接着设置一下过期时间。那如果存在的话，应该让它自增长一这样一个过程，而且要得到一下判断一下它现在自增长之后的值。那如果要是大于十的话，是不是超过了我们这个限制，对吧？所以说我们就可以这样来写 ，else 干嘛？如果它存在，我们就来得到一下，让它自增长一 ，redis 掉 ，incr， 让这个 key 自增长一就可以 ，rate 掉 limit， 根据这个 IP 地址让它自增长一，接着需要得到一下自增长之后的
次数，判断一下 if $times 如果要是大于10的话，是不是超过了我们的这个访问限制了，对吧？你应该可以告诉他 exit 一下，就不用再走了，不让他访问了，超出限制。你访问太快了，或者就直接简单写超出限制。好， else 呢，接着你可以来证明是没有超出，如果不存在的话代表是第一次，第一次的话我们就可以直接来写 $redis， 然后自增一下 ncr， 并且呢应该设置一下它的这个rate 叫 limiting 过期时间，过期时间是一分钟。接着 redis 通过谁来设置过期时间呢，是有一个 expire 这个 key rate 点 limiting， 那现在是一分钟到了 IP， 一分钟写成一个60秒就可以。好，我们来试验一下是否可以啊，我们来刷新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五、六、七、八、九、十、十一，是不是超出限制了，对吧？或者说我们可以在这儿来把这个每次的这个 times 输出，省得你也看不到到了 times。 好，十二、十三，是不是超出限制，一分钟之内是不可以的，但一分钟之后它是不是过期了，过期之后假如说你再来访问就可以了，你可以得到一下这个 key 的过期时间。我们可以在下方再 echo 一个 echo 一下 $redis 掉 ptl， 得到一下这个 key 的过期时间 rate 掉 limiting 到了 IP， 试验一下啊。好，第一次它不存在，不存在的话是不是相当于走了我们的 else 啊，对吧？来设置一下这个 IP 60秒，那再往下你来输出2 49 3 46 4 45 5 6 7 8，接着在第九次，这都没问题。那接着你先看一下，我们还剩30多秒，那现在此时这个用户呢现在访问9次了，那你再刷新的时候是第10次，第十次的时候还没问题，一分钟内十次都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是十一次，是不是会告诉他超出限制了？但其实呢，你看这个代码还是有一个 bug 的。如果说我们这个程序来刷新，这是没问题的，十、十四，还剩十四秒。如果说我们这个程序执行到这一行，执行到我们这个设置这个过期时间这一块，设置我们这个 key 的一个过期时间。如果说要没有执行到这一行怎么办？对吧？那这个 key 是不是永远就存在了？那永远存在的话，就导致使用的这个 IP 的这个用户，只要说管理员没有手动删除的话，他最多是不是只能访问十次了？对吧？永远就只能访问这十次了，一直会告诉他超出限制了，对吧？这就对用户来说就不合适了。那这时候就需要来保证我们这个建立的这个键和我们这个设置生存时间，是不是应该是一起来完成的呀？应该是一个完原子性的操作。就是创建这个键和这个设置生存时间这两步应该是一起来执行的。那现在一说原子性操作，我们要想到 Redis 中的什么？对，是不是有一个事务啊？通过事务来实现，没问题。那这一次呢，再带着大家通过事务来实现一下这种效果，就把我们这个 Redis 中的事务也通过程序来练习了一下，看看具体我们如何来在实战中来应用我们这些内容 Limit IP 第五个。那通过事务实现的效果也是一样的啊，先包含一下我们的内容 ，require once 一下，点点斜线 p redis 杠 1.0 中的 auto load 点 php， 包含过来之后，有中文先把这 header 写出来吧，header content 杠 type。接着 new 一下 $redis 等于 new predis 中的 client， 得到这个对象之后，现在我们还是现在是不是要得到一下我们的 IP 啊？
对吧？啊，得到一下 IP， 到了 IP 等于到了 server 中的啊 remote ADDR。这次呢，我写的那个键的名字 key 等于几个名字 rate 点 limiting 冒号，还是根据 IP。包括你说根据这个用户啊，用户名字啊，或者唯一的，只要是一个唯一性就可以，或者邮箱都可以来进行限制。那我们是通过这个 IP 来进行的一个限制啊。好，那接着再往下，我们来检测一下，还是要检测 $key exists 等于 $redis 掉 exists， 检测一下这个 key 是否存在。如果说它不存在的话 ，if $key exists 如果存在的话，我们干嘛？让它自增一。接着看一下是否超过了我们这个限制，看一下它的次数。如果不存在，这时候需要原子性的操作，原子性的操作，使用 Redis 中的事务这样的效果。那先想使用我们的事务呢，是不是应该先开启啊？对吧？那开启一个事务和我们在命令行中写的是一样的，叫 mulpi party。 先来看一下这里边是否有啊 keys， 是不是过期了，对吧？那接着看一下，没问题，开启事务，这是第一步，开启事务。开启事务之后，我们开始来执行什么操作呀？还是让它自增一 ，incr 一下 $key， 接着再来设置一下这个 key 的生存时间 expire $key 多少秒呢？这次少一点，30秒就过期了，对吧？假如说一分钟太长了，我们用30秒就可以。那执行完这两个之后，是不是原子性的操作？现在想执行这两条命令了，应该通过谁呀？是不是有一个 exec？和我们在命令行中写的是不是一样呀？啊，没问题，执行事务队列中的命令，这样的效果。那如果存在的话，和刚才的操作就一样了，得到一下这个时间 $redis 要 ncr 一下 $key， 判断一下 if $times 假如说这个要大于了10次，大于了十次，那这时候呢，是不是告诉他啊，超出限制或者访问过高都行啊，超出限制简单来写啊，试验一下是否可以。这一次呢是通过事务来实现的。好，第五个，两次，其实你可以看这儿也行啊，多了一个127.0.0.1，接着你 TTL 下 rate 点 limiting。127.0.0.1，还剩18秒。看一下是否超过了之后，咱们14也太大了啊，咱们可以把它输出出来，超出限制了，对吧？啊，但接着如果过期了之后就没问题了，你看又没问题了，3、4、5、6、7、8、9、10。再按一下，看超出限制，这样的效果。那这样呢，就可以很好的解决我们刚才看到这个问题，就是我们所说的，如果在这一块如果没有执行到这一个，那现在用户就只能永远的来访问前几个了，对，前十只能访问十次了啊。那接着再往下，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假如说用户在一分钟内，对吧？我们是限制一分钟。最后一秒假如访问了9次，又在下一分钟的第一秒又访问了10次，那其实呢这样是能通过我们的这个检测的。那这样的访问呢，那现在你看通过我们这个频率限制是不是限制不了了？那其实呢这个用户两秒钟之内是不是就访问了19次，对吧？这与我们规定假如说每分钟只能访问10次，这限制是不是不一样呀？对吧，有很大的差别，它两秒钟就访问了19次，是有这种效果的。所以说这种这个极端的现象呢不总容易出现，但是我们在写程序的时候呢是不是也要考虑得到呀，对吧？那现在想通过这种形式我们怎么来限制呢，对吧？如何能实现，如何能控制呢？那这时候是不是要想，为了它两秒钟之内，你看假如访问了19次，现在你是不是要记录一下用户的访问时间呀，对吧？那现在我们就可以来记录一下用户的访问时间，可以使用谁呢？我们可以使用列表类型这个键来记录它最近10次的一个访问时间。
那如果说我们这个键中元素超过了10个，那是不是应该判断一下这个时间最早的元素距离现在的时间是否小于我们的1分钟？如果是，则表示用户最近1分钟的访问次数是不是超过了10次了？这就告诉他超出限制就可以了。如果不是呢，我们现在就可以把它加入到我们的列表中，同时呢把最早的元素删除掉就可以，只留下。假如说我们只留下10次，超过10次的我们就不要了，这样的效果是不是也可以呀？对吧？那想实现这种效果呢，我们再来一个例子。这种情况呢，大家也要考虑得到啊。limit IP 6，一样的，我就把它拿过来了啊，这一块就不再写了。只是这一次我们通过列表的命令来把它保存起来。那现在呢，得到这个 IP 地址和刚才也一样啊，我就再写简单写一下 IP 等于$象限 server 中的remote ADDR，还要得到一下来设置一下这个键啊$key 等于 rate 点 limiting。还是根据 IP 来限制，这都是一样的啊，这都是一样的。那现在往下，我们是不是要把它放到哪儿啊？对吧？放到我们的列表中。那接着，我们首先可以来得到一下列表的长度，可以通过谁呢？通过 lLength 来得到一下这个长度。如果说长度小于十呢，这时候我们是不是就把它加入进去就行了？而且呢，把这个IP 加入进去，值呢是我们的当前的时间戳，第一次，可以先来写一下啊。list length len 等于 $radius 掉 ll length 这个 key。 得到列表长度之后，你可以判断一下 if $list length 如果是小于等于10吧，是不是小于等于10？最多访问10次嘛，小于等于10，这时候呢我就需要把它加进来，证明没有超过10次。如果超过10次之后，我们需要来检测一下最后一次和现在的时间是否小于我们的这个60秒了。如果小于的话，代表的是不是又超出我们的限制了？那否则的话，我们就把它再加入进去，只留下前10个就可以。好，那接着都有了这个思路之后，我们来写一下$radius，把它加入进去，l push 一下$key，没问题。那再往下啊，key 你要把谁哪个值呢？当前的时间戳。time 当前的时间戳，else 呢，我们就来得到一下$radius，要得到一下最后一次的这个键的这个时间 l index，得到指定索引的一个 key，key，接着是得到最后一个是不是负一就可以了，对吧？把它赋给我们的 times。好，那接着判断一下。time 得到的是时间啊，那这次呢，看这个时间和我们的这个当前的时间戳是否小于做差是否小于60秒？那当前时间戳呢，直接 time 减去一下$time，如果要是小于60的话，这时候是不代表超过了我们的限制啊，直接 exit 就是个超出限制。那否则的话，else 我们就应该把它加入进去，redis 叫。l push 一下，把它加入进去之后，还是当前的时间戳，接着只留下前10个，那可以通过 l trim 留下前10个 redis 掉 l trim 一下，留下这个 key 的前10个元素，前10个时间啊 l trim $key 零逗号9，正好10个，记住是从零开始。那这一次呢，你看到就不会出现我们刚才说的那种特殊的情况了。来试验一下是否可以，我们来把这个长度输出一下 list length，来试验一下啊，第六个，第一次是零，对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五、六。七、八、九、十，接着你再，你看是不是超出限制了，对吧？这种效果也检测出来了，也检测出来了这样的形式。那如果要是超过了1分钟，那现在我们再按的时候就不会了。等一下，你看
再等一下啊，我们也可以在这来看一下 kiss， 接着 ll length 一下 rate 掉 limiting， 或者 l range 看一下这个啊 t 里面的值。零负一，全部都显示出来啊！现在为空了啊，超过一分钟了。接着再重新来，十一、十、十一、十，哎，一直是十和十一。我们来看一下是不是哪儿写的有问题。rate 点 limiting l i m t n g l i m i t n g。这是不是写的有问题啊 ？kiss 一下啊，我们这写的有问题。l i m i t n g， 好，记住这十一个啊，十一个一到十一，我都保存了一个呀、啊，小于十。从现在再来，没问题。小于六十的话，我们再走一下。十一，十，一直是十，你看一下，在这儿呢，我们就只保留了对前十个，没问题。你在访问一次的时候加了一个之后，我们通过 ltrim 是不是只保留前十个呀？啊，这是对的啊，这是对的，没问题。这是我们通过列表的形式解决了我们刚才所说的，如果用户在最一分钟的最后一秒访问了九次，在下一分钟的第一秒访问了十次这样的一个限制。当然呢，这种特殊情况呢也比较极端。那现在呢，我们通过列表的形式来记录一下这个时间戳，访问的时间戳，看一下最后一次和当前的时间戳是否小于六十。如果小于六十的话，是不是就代表超出了我们的限制呀？对吧？这种效果也可以。好，下来之后呢，大家把这几个例子来试验一下啊，来试验一下。那我们通过 read Redis 呢，能做我们的数据库，也可以做我们的缓存。好，来看一下通过 Redis 做缓存的一个例子就可以了。写成一个catching 第七个，那做缓存呢，我们可以通过来判断一下，就跟我们拿出一个数据库或者拿 bible catch 做缓存一样。首先呢，检测这个键是否存在啊，那第一次的时候呢可能不存在，我们从数据库中读取出来之后把它放到我们的内存中。那第二次呢，如果这个键存在的话，是不是直接从内存中把这个数据读取出来，就不用去访问我们的数据库了，也能提高啊，也能降低我们这个数据库的一个压力。那现在来看一下，通过 Redis 我们来做缓存怎么写，还是把这个包含过来，一样的我就不写了，拿过来。首先呢，我就写了一个键，假如说写成一个 dollar key 等于写成一个 catch 缓存的啊缓存。接着来判断一下啊，判断一下，看一下这个。key 中 catch 中是否有内容 catch， 我们可以通过dollar redis 要 get 一下这个 key dollar catch， 如果有内容的话，我们这时候就直接来输出这个内容就可以了。如果没有内容的话，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开始缓存了，这样的效果。好，那接着我们来判断一下第一次时候是不是没有的，对吧？因为你还没有设置呢，你可以打印一下它的结果，叫做 dollar 啊 ，res， 挖 dump 一下 ，dollar res， 第七个。好，是一个 none， 那是 none 的话，证明还没有设置这个 key 呢，所以说你可以通过 is set 来检测一下 ，if is set dollar res。如果它为 none 的话，证明没有，那这时候加个虚反，对吧？ aSet 检测这个变量是否被设置，只有变量不为 none 的话，它才返回为真，否则的话它返回为假。那现在接着我们来设置一下，开始来缓存，你可以 echo 一下，开始缓存了，我们只是简单的模拟缓存，来个 br 啊。那现在呢，我们就可以来设置一下，你也可以通过谁呢？
通过我们的这个catch 等于，假如写个内容123啊，或者麦子 edu， 麦子 edu 这样的效果也可以啊，这样的效果也可以啊。IES 这是我们的内容啊，缓存的内容。那现在呢，就需要把这个 key 设置成这个内容，设置成我们刚才写的这个内容，就相当于从数据库里读取出来的。当然呢，你可以通过事物来写，可以直接设置。我们就通过事物 Redis 开启一个事物 mu lti 开启，接着 Redis 调啊，写上一个 site， 设置一下 dollar 啊 catch 这个 key， 接着呢值呢是我们的这个 dollar res。接着设定一下它的过期时间，假如说你要缓存啊2个小时，你就可以这样来写 Redis 要 expire， 设置一下这个缓存，保存多长时间呢？2个小时，7200秒。那这次呢我们少一点，别7200秒，一个为了测试我们写成一个20秒，对吧？20秒或者10秒，每10秒就重新缓存一次，接着来执行 redis.exec。 那最后呢我们再来输出一下 echo 一下 $redis， 要得到一下这个 key $catch 这样的效果，试验一下是否可以啊。第一次的时候肯定是开始缓存走在这儿，好，刷新，开始缓存，缓存的值是不是我们的 max edu 啊，对吧？接着得到了我们的 max edu。 当你第二次访问的时候，你看只是 max edu， 但超过了这个秒数的时候，我们写的是多少秒？3 4，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它的生存时间啊，得到一下这个 key 的生存时间，到了 redis 掉 ttl 到了 catch， 我们写的是不是10秒啊？比较快，每10秒重新缓存，7 6 5 4 3 2 1，又要重新缓存了，对吧？你看，开始缓存，这样的效果。我们也可以通过我们的 Redis 来做缓存啊，但这一块呢也会有问题。假如说我们这个服务器内存有限的时候，如果说大量使用我们这种缓存键，而且这个生存时间呢设置的过长，也就会导致我们 Redis 占满我们的内存。那另一方面呢，如果说为了防止 Redis 占用我们的内存过大，而将我们这种混合键的生存时间设得太短的话啊，那这也可能导致我们缓存的命中率过低，并且呢假如说我们这个大量的内存呢也白白的啊就这种限制了，也造成了浪费啊，浪费。我们在实际应用过程中呢也会发现啊，假如说你为这个 key 来设置一个缓存时间呢，这个确实不太好设置，多久算合适呢，对吧？也需要根据你的这个需求，对吧？那这时候呢我们还可以来限制一下 Redis 能够使用的一个最大内存，并且呢让我们的 Redis 按照一定的规则淘汰我们不需要的这样的缓存键。这种方式呢我们就可以将 Redis 用作缓存时用这种方式呢就比较好用了，就不会造成我们的这种浪费，包括我们这个命中率比较低。那和它有关的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啊，在我们 Redis 配置文件中有这么几个选项，可以来看一下，在这儿直接打开，有一个什么呢？有一个 max memory 这个参数，它可以来限制我们 Redis 最大可用的一个内存大小，可以搜索一下啊 ，max， 搜索 max memory。这儿啊，可以看到，这是来设置我们 Redis 可用的内存的最大大小，单位是字节。当超出这个限制呢，我们 Redis 呢就会根据我们这个指定的一个策略，在下方呢还有一个叫Memory Policy POLI， 对 CY， 根据这个策略，有一个什么策略呢？你看到默认值是 VOLA TITLE LRU 啊。
根据这个策略来删除我们不需要的一个键，来把它删掉啊，直到我们这个 Redis 站的内存小于我们刚才看到指定的那个内存。那这里边呢，看到我们 Redis 支持的策略有几种呢？默认的 LRU， 什么叫 LRU 呢？就使用我们这种最小的啊，使用我们这种形式，就是利用 list。来看一下 list， 就是最小使用法则。看这儿啊 ，remove the key with an expire setting using an LRU 啊，这种算法啊。那接着呢，还可以使用其他的算法，当然呢，还有一些其他的算法。在这呢，我们一般会使用这个LRU 的这种形式的一个算法，这一块呢，大家也需要知道一下啊，也需要知道一下。其实 LRU 呢，就是 least recently used， 就是最近最少使用啊，最近最少使用。认为最近最少使用的这个键呢，可能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就不会被用到了。所以说呢，我们空间啊，假如我们也需要这个空间，是就可以把这些键给它删掉。就使用这个算法就可以啊，一般使用的也是它啊，一般使用的也是它，这一点大家需要知道啊。那事实上呢，我们这个 Redis 呢，并不会这个把我们这个数据库中最久、最未被使用的这个键删除，它是每次从数据库中随机的会取三个啊最久未被使用的键，接着呢再来删除一下生存时间啊最近的键，这样的一个形式。那这个三呢，其实我们也可以通过这样一个参数来配置。这一点需要知道一下，了解一下就可以。有一个max memory samples max memory mory memory samples， 对，你看到有这个三，它是从数据库中随机的取出三个键，并删除这三个键中最久未被使用的键，是这样的一个形式，并不是我们说最近最少使用的键被删除掉啊。所以说你需要知道一下我们 Redis 底层的这样一个机制，这一点也需要知道。那其实呢，我们的重点呢，就是带着你写的这四个例子下来之后呢，大家把这四个例子一定要好好的练习一下，看一下我们这个 Redis 在实际应用中我们如何来使用。好，那这节课呢我们就上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看。